场以及电视机关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2017年水立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洛杉矶赛区的总决赛。2017年的水立方杯洛杉矶赛区是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联合主办，美国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协会和美国英龙传媒联合承办。英龙传媒旗下的美国环球东方广播电视台将全程录制并向北美地区播出。那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次比赛可以鼓励美国华裔青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做到用国际语言传播中国文化。本次比赛有上百名的选手报名，经过了层层的筛选，一共有16名入围的选手。那按照总部的赛程的规定呢，我们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选拔出青少年组的2名优胜者以及成人组的1名优胜者，他们将代表我们的洛杉矶赛区啊，参加在北京的总决赛了。胜出的选手呢，将于8月8日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办颁奖晚会，为获奖选手颁奖，并邀请国内知名的艺人与选手们同台献艺。接下来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今天强大的评审阵容了，掌声欢迎方圆圆，就读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获得音乐硕士学位。他曾多次的参加国际声乐比赛并获得大奖，他策划和主办过多项的大型艺术活动，掌声欢迎。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慧琼女士，1978年考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声乐系，198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任深圳乐团的演员，1997年创办了美国华人艺术家协会和华裔合唱团，她组织和策划了数十场大型的音乐会，掌声欢迎。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姚新秋，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并获得美国西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音乐硕士，曾经为湖南电视台电台录制近100余首抒情的歌曲。旅居美国之后呢，多次参加大纽约地区的音乐会和慈善演出，掌声欢迎。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孙欣欣女士，获得音乐学士，欧洲英国伦敦大学音乐文凭，指挥过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合唱团、教会合唱团以及2个儿童合唱团，在美国近20年声乐教学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她的学生参加各地比赛多次获得奖项，掌声欢迎。最后呢，让我们欢迎黄恒，新华社洛杉矶分社的首席记者，欢迎我们所有的评审老师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所有的评审老师们以及刚刚有发言过的嘉宾上台照一张大合影。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评审老师们。今天的赛制呢非常的简单，所有的学员会按照自己的号码依次上台演唱，演唱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评出青少年的冠亚军以及成人组的冠军一名。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放弃所有，
放线索，用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眼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你偏偏懂，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你偏偏懂，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是